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兰。今天买了点鸡腿儿，用电饭锅做一个低卡卤鸡腿儿。方法是怪简单，就是不知道做成功做不成功，来试试吧。一共是买了五还是六？六个鸡腿儿，已经吃好几天了。把鸡腿倒点盐，照着卤搓一下，不用再用水照着卤成几遍。听说照着这么快，血水就都吸出来了，不用再用水搓。他别说照着媳妇的鸡腿确实怪干净的。给它改一下汤，放点咸盐。不是吃素的，这鸡皮都吃，吃鸡皮。切个葱段，切个蒜片，一块鸡腿搁一块儿一捏。葱头、葱油、小油是最重要的，二两盐几粒，多放一点，再加一点点盐。现在给它搅拌一下，打匀上，然后搁到冰箱里给它冷藏一下。哎，忘了，酱片忘了。冰箱里头冰一夜，冻一夜更入味儿。这经过一夜的腌制，这鸡腿已经完全入味儿了。现在可以开始炖了，下锅。切个洋葱丝儿，给铺到锅底儿盖上。在下筋的之前，先让这个姜片给这个洋葱丝儿放到这锅底下。我看这姜葱是这个样，应该是也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。我看着脚上还需要倒一会儿啤酒，啤酒啊，啤酒出来了，往里一打，就准备开锅炖。不知道会不会做成黑暗料理，做成黑暗料理那就别下我这功夫了。一会儿就把小洋葱丝戳一下，炒一下，再不吃都该又该变黄了。先尝尝这个菜，熟了，非常期待这个鸡腿能尝尝味儿，好吃的话以后多做点。咦，好烂呐！这个鸡腿照着做完全没有问题啊，色香味俱全，除了是我放盐放的有点少了，非常利骨，除了鸡皮不用吃，咳咳好吃。我今个本来是安排了有直播，然后也直播了一个两个小时吧，然后结果实在是起不起来精神，跟我说呀，身体乏的跟啥样，一点精神也起不起来，哎呀，拉倒吧，不播了。然后下午睡了一大下午，这醒了之后给自己炖鸡腿，犒劳犒劳自己，能叫自己身体交代到这儿了，是不是？